能接着撞回去还。班德城人也很多啊，班德城和主岸人差不多。这一学 W 的诺手的话，哎，继续开王者模式吧，哎，哥们要去连开一个月的王者模式，让你们所有人都震惊，为主播震惊，而不是天天想着压力主房。哥们要认真玩游戏的，不聊天的。等他补刀的时候 A 他一刀，卡一下平。尽量抢一下二级啊，他马上升二了。他追我们的话直接 A 他一下，再 A 一技能撞回去 A 刀，二级直接学 W 哈，二级直接 W 减速，对方直接再 A 刀，一技能再 A 刀走，他碰不到我们，他已经被我们打出药了哈，他的药已经磕了，不过他还是有点太肉了，还是有点太硬了，这里 W 补个车，摩擦问题，还是有点太硬了他。转个内圈 ，A 他一刀，拉我，你敢拉？你敢拉就找死！我说实在，他敢拉的话就找死。W 解除 AQ， 一回头撞点火 AQ， 你回血也没用。A 一刀，闪现一刀带走。还想着反杀是吧，他要果断点，他闪现逃跑他还能玩，他没闪出来那就结束了哈，这个先控一下，直接回家了。我们推不动线的哈，情感是推不动线的，所以说能控线就是最好控线。能控线就最好去控线。他想反杀我，这个人有点装哈，他还敢，估计还等着技能 CD 想反杀我呢，有点不服气。我知道我是什么，他很不服气啊。像这把线卡在这里就可以了。上线的话，我们就是装备比较好，兵线是持平的。Q 接 W， 先破一下骸骨。二针推线一踹，他这样子的打的话，我们先拉开啊，等四神血怒消失，这里别让他闪现去血怒。OK， 然后 Q 兵直接 W， 踹一脚走，慢慢压他血量。这个炮车他肯定不会让我们补的。死了呀，还是一样的，继续控线。这其实还蛮危险的哈，诺手的强度还是高啊，诺手强度还是在的，这里这波其实还挺危险的。再吃几个吧，不然兵线有点太多了，得买鞋子了，得买鞋子，快上线了。怎么的，你们真觉得主播没水平是吧，以后不嘻嘻哈哈了，以后哥们要当大伙们眼里的高手主播。这个先继续控制，嫩点游戏吧，确实嫩点游戏没啥问题哈。这个鞋子必须得买的，不然我们上线又亏线，感觉。这里 W 挂一下，然后再 A， 然后这里先 A 一下，哎，这样子就能补。这里 AQ 补下面这个，还是一样的 AQ， 这样子可以把刀全部都补到，一刀不漏。需要事实的约束。你们真把我当颜值主播看的呀？
位永远不会弄脏手的女士。不跟大家玩了，我们七级的话，这个时候有大招有点火，逮到他们打野，他们打野就死。我跟你说哈，他们打野不是个六百块吗？他被我逮到他就死了。我们先他们野区插个野，找到他了。AQ 挂点火大招 ，AQJW 往后拉，等一下队友哈。我们这里稍微躲一下这个外圈 Q 就行了。OK， 躲掉。急了，哎呀，急了！哎呦，被他一定了一下，不然我 A 闪可以跑的，我这波可以跑的 ，A 闪的话可以跑的，可惜了哈，兄弟们，这波有点贪了。我要想跑的话交个伞跑也行的，我一技能直接往这边翻然后交伞跑。听别人说主播人太基础好还幽默啊，看了一下确实挺幽默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其他两个就不谈是吧？别人跟你说人帅技术好还幽默啊，然后你又说确实挺幽默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其他两个就不谈了呗，受不了了哈。奥音诺手不行，奥音不了诺手，奥音不了诺手，我们伤害不够，伤害不够杀诺手的。对，这样补。哎，你看，还是一刀不漏哈。这个补刀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！玩卡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可以回家了，神分了哈，神分，没必要啊。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种差一百块钱神分的时候，没必要去再打这一百块钱啊。我们没必要去再打这一百块钱，直接回家卖装备就行了。他不推，那最好啊，他不推最好，不推最好的，把多兰盾卖了。说卖盾卖鞋的都行，卖啥都行啊，反正现在神分强度特别高，无脑先把它做出来就行。你要把你其他东西全卖了，你只有一个神分你都很强。这里看看能不能把它留住。 OK， 吃住城你死了，先 Q 然后这里追上去大招躲他一个 Q 挂点火 AQA 再来一个 Q 就行了。 W 不用交，这里 W 用来补刀，补刀还是一刀不漏，同时来一个无影脚。哎呀，幽默艺术拉满了哈。咱们补刀也要帅气的补刀哈。补刀也要帅帅气气的。你们觉得我还能再杀上几次？这是个诺手啊，诺手比剑魔难打一点。应该差不多到了吧，到了。A， 急了！哎呦，好急，好急，好急，急死了我操！要蹲他的话，来这蹲啊，来这蹲他，他必死的。效率是成功。我操，这么急啊，诺手！你好急呀、啊，嗯，老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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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嘿，急死了，急死了呀，老弟，哈哈，哎，太好玩了，这老弟，回家，没蓝了哈，没蓝了。要有蓝的话还可以继续跟他打，没蓝的话就算了。
上了钻石力不从心，我好想变强。你知道变那变强的话，你首先你要想明白怎么变强啊，变强的路径是什么，人又是怎么变强的，你要先想明白是怎么变强的，你才能变强，知道吧？我操，队友炸完了，不是下路炸了，队友全炸了，0-3 0-3 0-3 2-4，好家伙，六个头全是我自己，六个头好像大部分都是我单杀的吧？不对，佛爷哥好像那两个是在我这拿的。先杀个中单哈。我操，队友这么崩啊！高情商说法，舞台很大；低情商说法。低情商说法，我操，我不知道低情商怎么说。弹幕补充吧哈，阿登 Q 踹直接走，他拉不到我们的。哎呦，绿女还在，急了！哎呀，绿女也急了！哎呀，绿女也急了，追不上。W 减速两个，让队友上不上吗？哥，那我也撤了哈。他们打野在，打不过。哎，闪现被逼出来了，有点伤。不计后果。闪现被逼出来了，有点小伤。慢慢来吧，这把我们应该是有机会能带队友赢的，只能说有机会吧哈，也并不是说一定能带队友赢，挺难的。这个不吃了，没蓝了，回家吧。我们去抓他的，抓他们队，抓这个诺手队友呗。再跟那个诺手玩，也感觉你没意义了。能用暴击的那个回血替换神分吗？不能替换。而且暴击清干的 Q 技能有一个特点什么的，不能暴击哈。清干 Q 这里写了哈，不能暴击。我不知道这里有没，这里没写嘛，反正就是这个 Q 技能是不能暴击的哈。如果你出了那个暴击回血那个装备，回血是能回血，但你用 Q 的时候，它伤害会变低，知道吧？伤害会变低，会变低很多，变低200吧。就是你出那个装备，你伤害会变低。别上。这诺手头也不回了，大招躲他 Q， 落地一个 A 击 Q 带走。这日女的话。是你带队友的，有点猛。撤了。主播，你是怎么度过新手期的？玩卡灭的新手期吗？哦，玩撸啊撸的新手期吗？玩撸啊撸的新手期就是探索嘛，摸索。主打这些摸索探索，知道吧？撸啊撸是新手去主打一个摸索和探索。被爆杀正常呀，被爆杀又怎么了呢？你新手区你最好换一个好一点的环境哈。新手的话，我建议你就换一个人少的区玩，人少的区玩，人少的话，人少的话不会有那么多高手炸鱼，知道吧？你就会真正的在和新手玩。而不是你一个新手混在一大堆老水中间，然后你被爆伤，那太正常了。如果你撸啊撸新手啊，最好是换个环境哈，你去和真正的新手玩，
然后尽量自己多去学习哈，就是主动去学习，你不要指望别人来教你，你自己去主动学习，多思考。如果你真的想玩好一点啊，就是让自己玩的好一点。多去学习，网上现在教程一抓一大把了，你随便一搜都是一大堆教程。进化的代价，你可以先选择一个英雄啊，选择一个不错的英雄，然后去练，就先专练一个英雄就好了。我的记忆抹除了皮城的混乱。也不要去人太少区吧，就中间的区吧，选择大区的时候你从中间选区就可以了啊，别选黑色玫瑰就行了，从中间选就可以了，选区的话。哎呀怕分了的，如果你要真的感觉自己学不来玩得很累的话，那就看直播呗，当个云玩家也挺好的，当个云玩家也挺好的，云云更健康嘛。好难拿，我的天！还好啊，这不我把他们这个1000块拿到了，还能追我追的挺上手的。哎，输了。你不一定要有什么天分啊，玩游戏就是为了开心的，玩撸啊撸开心就好。你要实在觉得自己没天分，就玩大乱斗嘛。你要又想变强，又觉得自己没天分，那就努力去学习，对吧？就找高手学习。这把很难打，那好难的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假扮无辜，浪费时间。对啊，你实在打不过你可以去打人机嘛，对吧？你既然是新手，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打赢高手呢，对吧？打赢老手呢，摆正好自己的一个位置会比较，会让你玩的比较舒服，你知道吧？其实这个新手如果被爆杀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，去人少的区，去弄人少的区，人少的区应该是有真新手的，我觉得。然后不要买号哈，自己建个号，从一级慢慢玩到30级。你要有一个完整的游戏体验。压力拉闷啦，队友怎么又死完啦？
恨会磨平你灵魂中的棱角。他们应该没几个人来抓我吧，我估计不会来抓我。真抓啊，疯了吧，别抓我啊，毛病吧，抓我。这不过是我的装备。行吧，真抓啊。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抓我的。为啥不打龙啊？卡莎又在干嘛？这你可以杀他，你可以杀他，你可以杀他。为啥那么着急飞大？这大刀飞得太着急了，而且你飞的话，你飞到他旁边就行了，你为什么飞到他身后呢？飞到他身后巴不得，觉得别人是傻子，不会反向逃跑啊？也合理哈，他们这个操作也比较符合他们的战绩的。可以打不团，我觉得可以打不团，请点出破剑者去打团哈，兄弟们。可以打，我对面少个人。他应该不漏的，对，不漏。就杀这个，就杀这个。控制李潇。哇。黄多尼控得这么死啊，我被控得这么死吗？动都动不了。我带出水银鞋啊，我特意出双水银鞋。